所以你打算要怎样？我家人不能接受我是同性恋，我是他们的唯一儿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要和我分手？真的不想离开你。可是我看到我妈妈一直在哭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没用。我长得那么大，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妈哭成这样，我的心很痛。可是我们真实身份卡了，我不想让你那么难做。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我跟他们再谈一下。我不想失去你。身边好不好？你很肉麻，不喜欢。一般吧。